得罪俄罗斯，又得罪了中国，认为台湾海峡是涉及到韩国的安全，台湾海峡关你韩国个屁事，跟美国的和好不需要去跟中国翻脸嘛，不需要去跟俄罗斯翻脸嘛，请不要忘记，美国跟你在一起，对北韩，那不是增加你的安全啊，是增加你的对抗。世界上有这么笨的国家领导人，我也搞不懂。好了，现在这个尹锡悦去找了什么方式？他呢，得罪俄罗斯，又得罪了中国。其中对中国最大的得罪啊，莫过于对台海的发言，认为台湾海峡是涉及到韩国的安全。讲难听一点，台湾海峡关你韩国个屁事、啊！很抱歉，我用这个"屁"这个字眼来形容，就好像马克宏啊，去访问了这个中国大陆之后啊，他所发表的讲话一样。马克宏的讲话里面，我们用粗话就这样讲啊，说欧洲的发展、欧洲的安全、欧洲的一切，跟你美干你美国个屁事啊！你美国来吵什么？同样的道理，台海的问题干我们欧洲什么屁事啊？我们欧洲来这里吵什么？啊，抱歉了、啊，我用了比较粗俗的话，因为是让你印象深刻。一样的道理，台海的问题跟你韩国个屁事啊！啊，什么时候中国对你韩国有威胁？打开你韩国的历史来看，中韩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？导致你今天想去和好的那个日本，丰臣秀吉的时代是怎么打韩国的？韩国被打到都已经快亡国了。是明朝出兵啊，打了7年了，才把丰臣秀吉给打回去了。当然，丰臣秀吉也死在了征韩的这个过程里。谁殖民了你韩国啊？那不就日本，不然是谁？啊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想想，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跟着美国，我们来看看，你可以跟美国好，因为韩国跟美国有特殊的利害关系，但是跟美国的和好不需要去跟中国翻脸嘛，不需要去跟俄罗斯翻脸嘛，你可以像印度一样维持了一个平衡的关系，对你是有利的。结果你尹锡悦，我不晓得是哪一根针吃错了，应该是被美国撩了。我的了解，美国想这两件事情来撩他。第一个，因为今年马上要在日本举行了 G7 的会议，因为本来 G8 和俄罗斯被赶出去了，所以叫 G7。 这个时候美国就从中在撮合什么事情，你来听我的， G8 第八个就是给你。哎呀，韩国的那种性格啊，韩国那一种真的什么都往脸上贴的那一种死要面子的性格，韩国可以成为 G8， 哇塞，真的是鸡停在芭蕉树上了。各位可以看看啊，那韩国真的经济实力，他也现在可以排上 G8， 也真的是可以。可是他要上去要看美国啊，刚好在韩国在日本举行，这个对尹锡悦啊，现在啊有63民众对他的不满意啊。假如韩国能成为 G8， 他真的可以把民调拉起来哦。他这个年底啊，国会的改选啊，朝小伟大，可以让他怎么样子，可以变成啊翻身也不一定，搞不好可以完全执政。美国在撩这个家伙，就不要被撩走了，被撩走了也就算了，跟美国现在完全走在一起，去得罪俄罗斯，去得罪中国。请不要忘记，美国跟你在一起，对北韩，那不是增加你的安全啊，是增加你的对抗啊。美国加南韩，面对的北韩，北韩的感觉是什么？备受压力。而能够跟北韩说得上话，能够让北韩可以抑制一些行动的，不就是一个中国，一个俄罗斯？世界上有这么笨的国家领导人，我也搞不懂了。哎，更笨的是这一次他在美国的表现呢。我这个讲一句话叫荒腔走板，被撩了一下，忘了是谁，国事访问，哦呀，又阅兵，哎，
这个又经理，然后呢又是这个呢，不然有这个国宾馆没有去住旅馆，哇，这饮食业真的是茫茫然了、啊，飘飘然了、啊。既然就在晚宴上啊，这个拜登松了他，他就既然高兴说啊，来唱一首歌，他就唱起来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唱得好一点就算了。他那种唱歌的水准，我李承龙来唱都唱得比他好很多啊！真的不是我吹牛的，下次有机会唱个歌给你们听，那比他强多了。可是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？我想到的历史的一幕是什么？请不要忘记，在国际的礼仪上，当我要求对方的国家领导人来做一个表演的时候，首先因为我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专长，他是一个演唱家出身，他是一个这个歌曲演员出身，所以呢会请他来做一个表演。这个时候相对的地主国也会做一个表演，这样才是一个平等。比如说拜登，哎，或许也唱一首歌，或许拜登没有办法唱歌啊，也会找他的女儿呢来拉一个小提琴，或找他个孙女来做个什么，这个叫做平衡。可是各位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一首歌显然不是事先安排的，是临时起意的。拜登就哄着他，这个笨家伙就凹起来，啊的又很难听，有没有？你知道我想到什么？想到春秋战国时代，当赵王要跟秦国啊寻找和平的时候，最后怎么办？就在魏国的地方的闽池啊进行了会商。在那个会商的场合上，秦国一起一强大呢，就要赵国的国王呢当着他的面呢去做秦国的这个乐器、啊、那个名字叫做呼啊，是什么？那个我不太会念了、啊、那个我会的朋友请你留个话一下，这个做个乐器，这个是给赵王难堪呢、啊、而且乐器做完以后，史官就记载在什么会上，秦王哎要赵王演奏什么乐器。这个时候啊，蔺相如就跳出来了，赵国的蔺相如上大夫跳出来，他说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也请秦王呢敲一个什么玩意儿，好像敲一个本哦，什么意思？敲个东西，哎，来在今天这个场合上，让我们呢也能够娱乐大家。那秦王当然不干了，那不干呢，他讲了一番大道理啊，同时就把这个呢就递到了秦王的前面。秦王下不了台啊，所以只好拿个筷子轻轻刚刚敲两下，然后呢赵这个蔺相如就要赵国的史官记载在闽池之会，哎，这个呢秦王啊敲了什么啊，然后呢这个娱乐大家，这叫平等。可是这个饮食业就在那个现场没有讲好的情况下，拜登这一边地主国也没有做好相对应的表演，就把这个家伙忽悠上去唱了一首，哎，平常心讲啊，这个他那个唱歌的水准真是不高了，这个韩国的什么团，这个团那个团，这个一个团的去唱都比他强多。唱完了之后大家好像很高兴就结束了，哎，你不想得我春秋战国的那个故事告诉你，韩国人不晓得有什么看法，韩国人不是喜欢中国吗？哎，这个屈原也是他们的，这个快到了，这个节日也是他们的，孔子也是他们的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春秋战国这一段，韩国人请你们看一下，你们的国家领导人正在做了一件很丢脸的事。